然的，我们就条文讨论条文。来，署长，来，署长，你要比认真度的话，你差得远了、啊。没可以啊，乱七八糟的。来，那个。我要指名道姓吗？你的水务法的行为不专业，你比我还不认真，就水务法你根本不内行。你们选举后说心情不好不成，今天12:30要开始审，你说不行要2:30，然后呢，今天说要过年了不成，你们今天说从国民党动员来这里是为了规格而已啦，你们讲那个不是问题的问题，故意在没有当中找茬，问那个不是问题的问题，副行业者的成分哦太大了，不要这样子了。好，我们就条文了。来，署长，你顶起来了，讲笑话。